Hello， 各位仙城派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海乔，今天来填写一下城堡的偶像同学录。最喜欢别人称呼我徐老板。徐老板。最爱吃的是鱼吧，一口都不会吃的是很甜的那种蛋糕吧。最满意自己身体的部分是眼睛。最擅长的运动啊，游泳吧。最向往的地方是海边，经常会收集杯子。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看电影，睡前必须要刷手机，生活中最离不开的是手机。别人的认真会是吸引我的闪光点，当我难过的时候请你不要联系我，不要联系我。最想和爸妈一起去旅行吧，一直没勇气尝试的是光头。我的酒量是有的时候就特好，有的时候就特别差，不定性的。朋友圈中最常发自拍的艺人朋友是，多人都很爱发自拍啊，刘维吧，怎么突然想起来说他，就是他老是发那种自己修的那种特别帅的那种闪亮的自拍。最不能接受让我做固定动作假装的一些事情，就是不能接受。饰演过的角色最喜欢萨姆多罗吧，因为最好看。我觉得什么样的角色一定是个挑战啊。傻白甜吧，现在真的是傻白甜不了了，觉得傻白甜会是个挑战。别人说喜欢我是对我最大的认可，粉丝们一直都会在陪伴我的时候最会让我感动，谢谢啦。